八卦掌相传由董海川创立于清朝咸丰年间，与太极拳、形意拳通称为内家拳，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。以其独特的练习方法和卓越的技击性，享誉海内外。 早年著名武术家韩慕侠以八卦掌打败了俄国大力士康奈尔，名扬天下。刘兴汉出生在一个武术世家，从小聪明好学，深得父辈们的喜爱。当时的旧中国，帝国主义列强成兴，他的父亲希望他学好武艺，保卫国家，于是给他取名刘兴汉。 这是金木祥王家鱼，这陈云峰他收徒弟，是吧？这是李坤山，这在清末英初吧？这没我呢，我小呢。这是我刘兴汉，这是你，这是我父亲，这是不大儿子？我那20岁吧？就拿剑是我。 连拿轮子李仁陀，师兄，我不出息了。这姓陈的啊，哎，这是八卦刀，这削金的，这削重量钱，这8斤重。 这么着，你听不着，就8斤重。这长的是72，这有几年了，多少30年了吧？前年呢，84，84我能走上整趟走，就八卦刀啊，一共64尺啊，100多尺，这走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的功夫啊。这剑呢是43尺8长，也外号有秋风的也少。 方面的谁那个秦始皇啊，就是这个剑，他练不练八卦掌不知道。秦始皇，他练的是这个修足的一手，这3尺8长，这个5、6斤重。八卦掌讲究择天时选地利，按八卦九宫方位练功。 走桩是八卦掌的最基本的练习方法。走桩要求每步一卦，八步一圈。通过走桩练习，可使人步伐灵活，身手自如，气运贯通。刘兴汉习武70多年，深得八卦掌之精髓，刀、枪、棍、剑、拳，18般武艺样样精通。 然而，在旧中国，八卦掌和武艺不可能改变它的命。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，实际来讲，这个术啊，就是等于是个人身。哎，转着术呢，实际来讲锻炼一种就是实战的功夫。在跟对敌作战的时候来讲呢，你要如果说跟敌人来讲那个直来直去的话，那以后呢，这样那个技艺呢是一种方法，但是呢不太巧妙。如果说来讲说，要敌人从你正面来，你呢可以说。 通过侧面呢，围着他转，这样来讲呢，当敌人来的时候，你从侧面一走呢，他就扑空了。我跟刘老学八卦掌学了11年了。八卦掌嘛，就是咱们中国的武术呢，分2大门派，一个是内家拳，一个外家拳。八卦掌呢，它是中国武术内家拳里边一个，就是太极形意八卦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拳种。 他这个创始呢是在清朝这个咸丰年间，董海川。八卦掌呢就是讲这个基本功，讲走桩，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李寿树走桩。每天走桩，因为他是下身的负荷非常大，这样的话呢，人这个全身的血管啊，动脉跟静脉血管最初在这个腿上。常言说嘛，人老先从腿上健。
那么腿部的运动加运动再加上脚部，现在就是有的有就是脚部有很多穴位跟全身都有关系，加上脚部的运动，这样呢对人的身体啊，这个血液循环系统、这个呼吸系统跟这个消化系统好处都非常大。如今刘兴汉老人教授的八卦掌弟子遍布海内外，由于老人长期在天坛练武授徒，弟子多得真传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天坛流派，并且享誉海外。然而老人时常感叹岁月的流失，86岁高龄的老人已经不能像年轻时那样纵阅腾挪了，已经没有精力像过去那样广泛传阅。老人现在常常想的是要将自己所学的武艺传下去，让八卦掌发扬光大。做北京的节目里向您介绍了八卦掌的第四代传人刘兴汉。年近古稀的刘兴汉老人渐渐地觉得习武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，于是他萌发了一个写书的念头，他要把他一生习武的经验总结出来，留给后人奉献武林。刘兴汉老人今年86岁了，是我国著名拳种八卦掌的第四代传人。每天清晨，老人总是步行到天坛公园来练功。绕树走桩是八卦掌的基本功法。俗话说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。老人就这样走了70多年，练功习武成了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。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老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。每天清晨，老人早早地收工回家，用握惯了8斤重八卦刀的手拿起了小小的笔，他要写书，将他几十年来遍访名师学来的武艺写出来，将他几十年来舍不得授予别人的武术绝活写出来。他要让真正的武术功夫流传下去。小小的笔似乎比4尺2长的八卦刀还要沉重，老人要写下的武术套路和功法似乎比绕不完的走桩路还要长。老人最初计划写8本书170万字，可是后来发现8本书也难以概括老人一生所学的武艺。这是一个变武为文、变动为静的改变，对于刘兴汉来说真如脱胎换骨。我写书啊，在1977年我退休了，68岁啊，退休，申请退休啊。退休以后啊，我说没事了，我也是有，我就有机会安排啊。就每天呢，就是抄这个老前辈的书，做书呢就是编了就得。这老前辈书啊，它是文言呐，文言你得改成白话呀，啊，就是没一个诗词，没个动作，没个要求，就是变白的。变白了不是一次就都成功了，这写个老了或者再更反复的更反复的抄写往后的改，哎，改成了以后这是什么嘛。在84年以前呢，正做书时候每天写4月8月10月，最早超过10月，1月400，10月4000，10月到在抄书时候，我做好了成稿是吧？写20页。这个都是刘老师啊自个儿写的这个笔记本一些资料，他有很多本儿，有几十本儿。这个真的呀？这八卦，这都是八卦的谱啊，传经教谱谁没有？八卦的谱，八卦的图，哎，哦，应该都是这样。嗯，这是八卦拳谱写的，这是横花本儿，
这个他自个写的，毛笔写的，用毛笔写的。行话本是打保镖不愿说话的，不愿语，不愿啊，这个不愿的，不愿怎么说？啊，这个有行话呢，行话语，走标语啊。保镖你有行话呀？你是你这是拳谱，心理拳啊，找的，现在民国十几年，民国十四五年吧。你这个不公开，都不知道。不是，没有这个，包括拳谱。反正后来改的那个什么那个本都是一本啊。过去是文言语是吧？这个都是普通话画的，自己画的。挺好玩的。就过去就是传口不传手，传谱不传音，现在呢就说全都传。哎，他原来不愿意啊，原来不愿意。我们跟他说，现在你教这么多弟子，对吧？公开以后，后人这个练习啊，锻炼身体啊，这个对整个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啊。这个就他同意了。割舍自己心爱的东西是痛苦的。刘兴汉老人有时开玩笑地说，过去向师傅学点东西很难，得抽着学，哄着学，看着师傅的脸色学。现在花几块钱，自己一生的东西都让人家学去了，心疼啊。可是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会明白，钱也好，武功也好，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个人自己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应该把它还给社会。94年的时候，我那岳母去世以后啊，他这个对他影响很大，他说身体呢逐渐呢不如以前了，那么这时候呢他就更抓紧时间了，那么早晨起来8点钟，早晨练完了以后8点钟回到家里头就开始写书，那么中午12点我们下班回来了还在那写的，我们开玩笑说嘛，我说你比我们上班用功还要多。那么下午呢1点半多钟他也不休息，就开始又写，到5点半6点我们下班回来还在那写，开个灯写，冬天不是暗吗，开灯也在写。那么他这个一共是3部6本，再加一个一式，一共是7本书，这个字呢大概是120万字，图呢大概是几千幅图，现在已经都脱稿了。脱稿呢现在出了书，已经出来的是第一册和第二册，第三册呢现在正在画图。这本是八卦阵，八卦莲花阵的见证篇，这是第一册，这是初学的最基本的步伐，转掌，这单换掌、双换掌、背身掌，这是八大掌吧。从1977年到现在，67岁的刘兴汉老人伏案写作已经近20年了。20年来，老人已经完成了《游身八卦连环掌丛书》的全部书稿，总计200万字。其中《健身篇》《强身篇》和《防身篇》已经出版发行，深得武术行家和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喜爱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86岁的刘兴汉老人还在为中华武术的发展做贡献。